还是决定离开女友。喂呀，醒醒！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让你室友给我开的门。哎呀，你别打扰我睡觉，我困死了。你昨天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酒窝，你能不能别来烦我了，行不行？让我好好冷静一下，行不行？那你搬回去，我就不打扰你。那你回去帮我腾腾房间，等我这个房子到期了，我就搬过去，行了吧？真的，我现在就回去收拾。Later。王源，你们这什么情况啊？来你家躲几天。躲谁啊？躲酒窝。躲他干嘛？哎呀，他老是想让我搬回去住。那你就搬回去啊。搬啥呀？他爸又不同意。哎呀，王源，我相信他爸之后肯定会同意的。你别想那么多了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我。王源，啊，你怎么还不睡呀？哎呀，睡不着。你是不是饿了呀？我去做点吃的给你吧。啊，不饿不饿。你说现在酒窝也不知道在干嘛。要不，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呢？哎呀，不行。打个电话都不行。哎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他老爸说我要是再接近他女儿，就把他女儿送到国外，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了。我是不敢再接近了。他爸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？哎呀，你说这个是不是命啊？我找他。哎，不是，找谁去啊？我找他爸去啊。他爸凭什么不同意啊？你哪里做的不好？为什么要这样对你？哎呀，你别去了，没用的，除非我混出个样子。女友来我朋友家抓我。王月，你快起来。干嘛？酒窝等一下就要过来了。啊，不是，他怎么知道我在你家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这里有什么地方躲吗？要不你躲楼上。啊，楼上是吧？行啊，那等我他来了，那个你就说我没来过你家啊。你千万别让他上楼啊。酒窝，你这两天都去哪里了？我没去哪里。那我怎么给你打电话都不接啊？我手机没电了嘛，可能没看到。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王月，你要是让我女儿知道，我立马把她送到国外，说到做到。没有啊。那怎么这两天你老躲着我？我这两天有点事情要处理。那你先跟我回去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我真的有事情要处理，等我忙完了我回去行不行？哎呀，你听话，你先回去等我，忙完了我就马上回去。那你别不接我电话。好。我走了。行。记得给我发消息啊。啊，知道了。那你别忘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行，你回去小心点啊。走吧。哎，妍妍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走啊，上去啊。我要跟你一起呢。你怎么了，眼睛？我好像迷到眼睛了。别动，我看看。我帮你吹一下来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嗯，好一点了。那走，我们上去了。王源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快去追啊！女朋友和我提分手。九王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不是你想那样子的。我也是了，我们分手吧。
好朋友带我找前女友。哎呀，你拉我来这里干嘛呀？哎呀，你九哥找你有事情啊？他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们俩分手了。哎，你上去不就知道了吗？哎呀，我不去啊。哎呀，走吧走吧，我跟你说，你跟他上去好好说啊。哎呀，你非要管我们俩干嘛呢？哎呀，干嘛呀？哎，九哥，那个，我也找你有点事情。啊，也没什么事啊，就是我看一下你家还有没有我的东西。那你快点，我在忙呢。啊。王爷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，但还是朋友。你要是有什么困难或需要钱的，可以跟我说，我有的都会尽量满足你。这个真不需要了，谢谢您的好意啊。你现在不是没有工作吗？最近我在帮别人检视，你有什么不会的可以回来问我。和好的。哎呀，圆圆，那就算和好了又怎么样呢？他爸那关我也过不去，算了，我心好累啊。你干嘛去啊？回家学剪辑去。前女友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。来，王月，喝一个。王月，你不要再喝了。你怎么来了？